生命的故乡，此处最吉祥。今天的大会很荣幸由张平兴张师姐、黄谷卫黄师兄在此共同为大家服务。今天我们于林口体育馆举办为期三天的华严嘉年会，我们的精神导师海云和尚今年特别着力于呼吁倡导建构和谐世界，化对立为圆融，此一首要工作即是化解各领域间的屏障与隔阂，而其前提则是以聆听、欣赏、接纳的实际行动架构出一项沟通工程，借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了解。全世界的人彼此互相信任，才有和谐可言。时逢今日精力旺盛的青年学子盛暑假期，我们安排了适合各年龄层各族群的多样性的活动，期待结合企业与公益团体的力量，为尊重生命积极唤醒人们活出生命的尊严，为关怀人文热爱人群地热众生，为爱护地球共同为我们生存的地球努力付出，做一个真正提高众生幸福指数善尽社会责任的地球公民，进而为共同和谐世界这样一个非武世界非武时代理念而发声。好，现在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邀请由我们的黄格志老师所指导的华严府鼓乐团的演出。金轮洒尽，典礼开始。您请主法和尚及院众法师。华严经，华严海会佛菩萨。海会佛菩萨，
Oh.
是即日加时，上午十时正，开点灵光，开。用是即日加时，上午十时正，开点灵光，开。用是即日加时，上午十时正，开点灵光，开。凡今与会大众，一切所愿皆圆满，一切灾殃化为尘。一切圣普皆成就，普贤行愿速圆满。剪彩仪式开始。恭请大华严寺普观大和尚。恭请台北县佛教会理事长常智大和尚。恭请高雄县佛教会理事长德山禅师主持西茂大和尚。恭请深法寺主持传记大和尚。恭请台南市佛教会理事长建来大和尚。恭请台中广院寺住持大正大和尚。恭请国巨释迦功德会创会主席妙圆大和尚。恭请中华慈航生命关怀协会理事长深坑半佛寺住持明空大和尚。恭请 WBCY 世界佛教青年会秘书长阿努鲁达大和尚。恭请佛泰金色住持景胜大和尚。恭请如来世界金刚菩提金色住持圣定大和尚。
恭请民进党党团总召柯建铭、柯立伟，恭请立法委员暨华言学会会长林志佳林委员，恭请统一教陈拓环陈副会长，恭请中华天地正教张贵信张会长，恭请中华天地总会蔡光宗蔡书记，恭请一贯道萧家镇萧副秘书长，恭请印度教奉爱瑜伽加纳瓦老师，恭请桃园县政府代表陈如文陈小姐，蔡文林大德，林深南大德，用简花言还会托菩萨，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恭贺今日的大会的活动剪彩，感恩诸三长老贵宾政要功德主及团体代表参与今日殊胜的剪彩仪式，恭请回座。
转金轮安坐。恭请主法和尚、诸山长老、贵宾、政要、功德主、团体代表念香。愿因秘密去蒙光临，斋主念香虔诚叮咛。Oh, child.